前深呼吸一下。最后这个结束动作是亚历克方德拉原本编排上编的这个结束动作，因为呢规则的规定是运动员在结束的时候身体要与器械紧密的结合，并且呢动作是要与同时结束的。你看到在最后一个大抛的时候还是有单棒掉地了，不知道是亚历克方德拉的急中生智呢，还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定姿势作为自己的结束动作。如果是临时的处理的话，只能说这是一名非常机智的运动员，全套动作表现出了非常摩登的风格。我们看到他的比赛服在领口上也有一个领结的样子，7.750的难度分，艺术分9.050，完成分8.7，确实在今天这条动作里面，亚历克方德拉。